好，这段是新的哦。那同学呢，先用这个什么添加立方体，在桌面画一本书，有个厚度啊。好，那这本书的话呢，怎么表现出它的书页？我们按 Tab 键哦，然后圈切，你知道，我按一下，这样往上圈切，往下圈切。 好，那这个有个基本的书的形状出现了嘛？然后这几个面呢，要稍微缩进去，可是这里也可以圈切一段，就书的比较内侧的地方。好，接到我们全面，同学呢，你找面的指令之后哦，用移动键选这三个面，一二三。 稍微比例，同学呢用挤出哦，往内挤出，往内挤出还有印象吗？往内挤出是这个哦。那在挤出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特别的哦，叫做 extrude along normals， 有没有？那是不是就是会这样缩一下？这样会比较像。暂时做到这里就好，不然太复杂。到这里没什么复杂度。好，现在同学先把一本书做到这样。那我们现在的强调是这样哦。 如果你拿这个直接加细分表面修改器，会像吃的哦，就不像书，因为它整个会软掉。那我们要的是能不能把书的边角给撑住？我现在有加一个细分修改器，不是不能加哦，是会有很大的问题。好，那退回去。 等下来解决哈，那同学先暂时做到这里，那你看那分线是这样，应该没有难度了哈，把那三面拿来做书的那个内页。接着哦，我们把这本书呢先离开好了哈，就单独的来做它会比较。 清楚哦，好，现在只有它哦。然后我们现在呢进入到子层级之后，同学呢帮他加一个光滑修改器，就是细分修改器。然后它目前会变成这样，对不对？这是因为你都没有加边。那这个 level viewport 可以改成2，哦，不要12，就两个都是2。算会跟那个都是2。好，那接着要怎么撑住它？那当然就是只有圈切了。 全切的话呢，同学呢可以按 Ctrl+R 或者直接按，那我们点击之后你会发觉，哎，原来这个有这个效果哦。你看哦，我旁边撑它就撑住啦、啊。啊，要到尽头嘛也不用哦，就是可以差一点点，或者是尽量靠近，往那边拉，你就这个到尽头嘛，也可以。那我这里是边角有变硬了哦，这个继续，哦、你看同学看到这个书的质感就会出现，这里也是。 那这里要我有这要软吗？说我不要拉到尽头，所以我这里大概到这里。好，看看那一本书哦，就是原来是这样制作的。那如果说你觉得有哪边不够硬，那就是又拉过去，它就会帮你撑住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那这样其实就够了。那我们看一下 Tab 键。哦，这个细致的质感的书就做好了，然后我们再摆个几本。 这里有一本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个书柜这里，假设我再摆个几本，我们这个按 Tab 键先离开哦，就是说你目前不要在这个书的子层级，它是一个独立物件。接续的第一之后，把这本呢移到这个地方来。那我们把它转一下，先缩小 ，S 是缩小，然后旋转会哦，转一下。那书的话，通常会把那个。 看得到书名的位置哦，会放外面，所以你要转。好，那我们从这里去看哦，目前没有摆好。那当然，你可以多复制几本嘛。那你说开阵列什么都可以了哈，我们就随便移一下。 一直 shift D， 然后 GY， 然后稍微处理一下。
好，那这里就基本输了嘛，大概是这样做。那你做完这一本之后，就可以做很多本。好，其实可以试试看哦，完成一本一个有一个质感的书。现在画面回你。我们学这个目的不是只为 Blender 哦，我是跟你说真的，你这个会的话 ，Blender、3D Max、Maya 全部的建模都会，因为它那个指令直在绕来绕去，概念都是一样，可能是名字不一样的。所以同学们，这个还是要慢慢自己去把它做完。我看你差哪一个，并不是说一定要做这些东西不可，是你要用这个东西来学到技术啊。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盆栽，做完之后这个摆一个，那上面摆一个就好。那盆栽当然是圆柱，同学可以用画圆的方式会比较方便。画圆还记得哦，画圆的话是 Shift A， 然后这里有个圆在地上，然后把它抬到这个桌面上，稍微缩小，小到变成一个盆栽的大小哦。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按 F 之后就可以长高了哦。这个圆的话，就是同学呢把它用面给它填充起来。好，按 Tab 键按 F 就马上产生嘛 ，F 就是 fill 就是填满的意思。好，那同学按下一就长高了。然后按下 I 就缩一圈，可是我们要做的盆栽是下面比较小，上面比较大的话，你先把比例弄大一点，有点拉动之后再按下 I 就会小一圈嘛。内切面，好，接着再一往下，然后它会超过，对不对？再用 S 缩。缩到在里面。好，那剩下的又是刚才那个质感问题哦。同学，请给刀角修改器，操作都是一样的哦。时段0.02，它会有一个质感。那你要光滑的话，就是给一个着色平滑，它看起来质感就很好。接着把它摆到。因为我们这个东西一直在重复哦，同学，我相信您都要背起来了。那我们现在切到上视图，把它移到这里来，移到前视图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再来做一个植物哦。那在目前有点大，再说一下。大概这样就够大了哦。请同学呢试试看哦，做一个。盆栽的底座，那等一下再做一个植物，欢迎。由圆开始哦。那我们塞一个球在里面，让它变长形的，就是类似仙人掌嘛。那同学呢？球的话，你应该会哦。球的话，刚才在这里。同学用 Shift A 哦，去点击这个 UV 球，不是 ICO 球，是 UV 球。然后它目前会在这里哦。那同学呢？这个分段要等86。不然的话，它的纵向的线太多了。同学用86来做，你要看到这分段改成86。接着呢，我们把它移到合适的位置，在这里。好，那稍微缩小一下哦 ，S 稍微缩一下之后，把它拉长，因为它我们需要是长形的，这样。那你看起来有点像杨桃那种做法哦，类似的。然后现在开始了，同学呢？现在是86的 UV 球，然后 Tab 键。那怎么选到所有边线呢？很简单哦，同学呢去选择上面的这些线就好。我们现在点击这个边，然后这个分别把它点完哦，只有八条嘛。点完之后它往下延伸，那这个刚才有强调过，这种做法非常见的叫选取的 loop 是环绕的意思，找循环线。他就会全帮你选到，帮你选，你这个要选多久？要选很久。然后选到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希望哦，变成宽面，同学启用倒角指令，倒角指令一拉哦，它就会有一个宽度在，同学一点点就好，不要破掉，这样算破掉了，就是一点点，这样就可以，还没破掉的情况下。
接下来呢，再把它往内推，往内推的指令当然是挤出的法线板，不是一般挤出哦，是 intruder along normals， normals 就是垂直的意思。那我们现在呢，用垂直板的，那它推进去，稍微有点凹进去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凹进去质感之后呢，接下来把它做光滑化。现在 tab 键离开，这个我们来做细分。那一样细分之后，同学呢给一个两阶，哦，就做起来是像这样子。然后有点着色平滑之后呢，拉长塞进去，大概这样就可以用了了。那我们现在切到上视图。那你要做的像仙人掌一样，那当然，那旁边哦还会有多一个小的出来嘛，吼。同学呢，就是去了 D 之后，转一下，缩一下，稍微再转一下，比如说往这边缩一下，哦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同学呢，把这个文章哦再摆到这个上面来。那这个就是建模练习啊，当然你要做的很像，要用其他指令，可是这个我们是用简单的技巧哦在做而已。同学呢 ，Shift 的 D， 那我再摆一个摆到这个地方来。好，那请同学呢自己试试看啊，哦，这个让同学练习一下你的手就怎么寻到循环线而已，不是说一定要做这个功课。好，那现在画面同学，你这做完之后要打灯，就准备把这个结案哦，画面同学，等一下准备打灯了。然后你这里要切到第四个栏位，就是它有灯的栏位，最右边这里。然后我们去了 A 之后，去找平面光，平面光就在这里，光照里面的区光，哦，区的英文是 area， 面积的意思。那你的区光在这里会出现。然后它在右边这里呢，它会去点右边的灯泡，有没有？因为要控制它嘛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区光的那个大小变大一点，好，看到。大概是这样，然后往上抬。目前预设照明是只有这样哦。然后我们希望是圆形来照射，所以说把这个变成 disk 就是圆的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屈光已经做好。接着强度哦，颜色通常都可以调。那颜色我们给一点点黄，就有点灯泡色的感觉。通常帮它做个旋转。那目前哦，照不亮是因为它强度实在太弱了哦。同学呢，这个是100会变这样。你看有点黄黄的质感哦，那我稍微再白一点，往中间靠就白一点。那同学呢，你们有学过摄影哦，都有光照技巧，你都知道怎么做。那我们这里比较简单，就是灯光阵列。灯光阵列就是说哦，我要好几个，然后由不同方向来照射它。让它得到一个均匀的亮度，我们切到上视图看。
好，那这个灯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我把它移到这里来，然后旋转一下，让它往中间照。好，接着我们再 shift 的 D， 移到这里来，也让它往中间照，所以这个没什么难度了。然后再 shift 的 D， 再移到窗外这里来，再让它往中间照，反正大家都往中间照就对了。那这个水平转过来，只是说你要观察一下位置，对不对？同学，这个，真实感就会很够嘛，因为我现在有三个哦，像灯罩一样、灯箱一样来照射它。那这是三个圆形的灯，然后都往中间照，就这样而已，没有很复杂。然后这个再稍微移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的作品就大概这样了。啊，接着墙壁哦，你什么都可以不要贴，墙壁随便给它贴个材质就会加很多分哦。就是整个这是我们的试色作品，然后这个墙壁呢，同学给它一个新材质，它目前材质001嘛，哎，这个基础色彩可以把它剪掉重做了，就是我们选墙壁，按下加号再新增，记得加号再新增。然后它这个叫材质002，那它的基础色彩我们这个都有用过了，比如说我要用浅蓝，好，同学你自己去设计一个你想要的那个涂装的墙壁色彩，然后我彩度不要太高，大概就这样。那这样子呢，整个有墙壁的颜色，整个质感会不一样的。那当然也不用贴太多，我们大概完成的作品大概就这样。啊，如果你有兴趣，要自己把材质补齐这样子。好，现在请同学呢，这是我们要准备要上传的画面哦，画面就长这样哦。那这个叫灯光阵列，那我们用的是面那个屈光，屈光是 area， 再说一次屈光里面的强度字条，然后外形是 disk 会照起来比较柔和，不是像方的那样子。然后大概就三个，两个往内照，一个用窗口往内照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画面没有。